天津特色小馆鲜包饺子挺好，猪肉皮皮虾馅汁水多，京味素饺子看这馅儿的颜色地道，海三鲜饺子鲍鱼海螺大虾仁美味，锅满酱好看熬味道，八带鱼火候拿捏到位，河虾选材是那意思。哎呀，这是我呢。哎、吃个饭，哎，坐这儿。坐这儿。啊，坐这。行，坐门口吧。这样路，坐这儿。行吗？行行行，坐这儿行。哎。慢点慢啊。好，有菜单吗？那个有蒸饺。行。蒸饺嘛馅儿？干豆角，还有豆腐馅。这俩一个馅儿吗？一个馅儿。我拼一个。行。我解一袋鲜包饺子。这嘛馅儿就包的，皮虾跟肉分开了哈。馅儿红。那我打我半截来，还在这儿。中间了，好中间了。老我半截来份儿吃。现在有来，现在有两种。等饺子啊。肉的馅，肉鸡蛋虾仁儿28，黑东西大海螺肉，鲍鱼虾仁40。嚯，还挺全，都吃吃不过来，就得五张桌子啊。豆腐丝儿。哎呀，我也爱吃了。现在这八袋，嗯，料都沾满了，这个豆腐丝儿。八袋，这小洗盘啊，看着这么可爱。看见吗？见了。嗯，喝了喝了，一会儿呛着。特别肉头的小洗盘，特别嫩，你尝一个。最好，嗯，火候刚刚好，谢。这活真不错，在家总弄不好哈。嗯，添一坨，添一坨，来了。我满个酱汁儿。嗯。外头裹了一层甜面酱。小时候我就喜欢吃这个。嗯，现在也爱吃，配点小青椒，还有蒜。这是点的小河虾，河虾，怎么看出来河虾？大爪。嘿，这河虾好。好厚的，是吧？好厚的。嗯。皮皮虾馅的，好皮皮虾。红的哈。嗯。把馅儿弄开看看。嗯。溜着玩了哈。这是皮皮虾。还有长治。一进门啊，我就看他包饺子，正好包的皮皮虾，对，咱就点那个，嗯，啊，流出来了，看看，嗯，咦，皮皮虾肉和这个馅儿特别分明，看。那就我说个馅儿，对，这馅儿它不干，我感觉吃一个，对，嗯，皮特别有嚼头，对，天津特色京味酥，这是干豆角，这是豆腐，哦，豆腐肉馅儿，对，这是蒸的，这是干豆角馅，想换口也可以尝尝这个啊，对对对。